新闻深深红红。男童吓得放声大叫，连隔壁的小朋友似乎也被吓得目瞪口呆。原来有妖怪在电车里出没，其实这是每年夏季京都市金福电铁都会推出的妖怪电车。月台电车时刻表上大大的字样还绣着妖怪电车四个字。妖怪电车行驶于京都市中心和岚山之间的路段，找来当地大学生扮成妖怪，还在车内精心布置妖怪人偶，让现场弥漫着阴森森的恐怖感。十三号这天吸引140名民众携家带眷来共襄盛举。小女孩大胆和妖怪击掌，但是当然免不了出现这种情况。妖怪出没，有的小朋友一点都不害怕，还对着镜头笑；有的则是紧紧躲在妈妈怀里。かなりリアルで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、もう悪いことしないと言ってます。电车到站后，小朋友似乎仍余悸犹存的紧抓着妈妈不放。妖怪电车还有14号、15号、22号、23号四天行程，一天五个班次，要让民众在夏夜里有透心凉的感受。记者姚慧文综合报道。